Oui.8:30 开始。
大家晚上好。能听到我说话的话，打个123哈。我看一下这个桌面能看到吗？好的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之前呢，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说了哈，我们的课程的话，每一期的在线班的课程呢，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哈，从第一行代码啊开始写。那么写了一些简单的代码之后呢，我们先通过立项自己的代码啊，来了解我们的一个简单的立项和汇编指令。那么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呢，我们再分析一些相对简单的没有保护的游戏啊，然后呢，我们逐渐啊增加这个难度啊，最后呢，我们后边我们采用保护比较强的游戏来做相应的测试和练习啊。好，那么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课啊。第一课呢，我们一般都是写一个叫 Hello World 的啊，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程序。我们先打开我们的 VS 2017。那么首先呢，点击文件菜单，新建，里边呢有一个项目啊，也可以用我后边呢它有一个快捷键，Ctrl 加 Shift 加 N。那么这个快捷键呢，按下之后呢，它效果呢是一样的，会来到新建项目的这个窗口。当然，不同版本的它可能稍微有一些区别啊，稍微有一些区别。反正你找到这个 C 加加的这一项，然后找到桌面啊，开发这一项啊，桌面。那么桌面里边的话，它有很多的项啊，什么静态库、动态库的，我们不用管它。我们最简单的代码的话，就是控制台的一个应用，控制台的应用，无论你是2017、2019，或者是最新的2020啊，它都有这个控制台这一项的。那么选中之后呢，在下边哈，这里呢可以修改它的名字啊，这是我们项目的名字啊。那么项目的名字呢，一般与解决方案的名字呢是相同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单独的改，是吧？啊，这里你可以单独的改。好，这里呢，解决方案的名字和我们项目的名字取好之后呢，这是我们代码保存的位置。啊，一般你自己注意一下哈，这个代码保存的位置。那么下次啊，如果你想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路径去找到我们的代码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位置给记一下，点一下啊，确定。啊，如果已经存在了，我们就需要换一个名字啊。随便取个名字啊，在这里。好，点确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解决方案的名字呢就叫 L001，那么项目的名字呢叫 LES001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原文件里面啊，头文件它是没有的啊，这个时候头文件是空的，你点也点不开，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。那么只有一个原文件啊，代码啊。那么这里呢有一些注释。这些注释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都是一些技巧性的啊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呢，两个斜杠啊，这个叫注释，就是注释后边的这个代码啊，它不是代码，不参加编译生成啊，就是相当于备注啊。你可以把它给删掉，也是可以的。前边这些呢，都是注释。那么真正的代码的话，它就只有四行啊。我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行啊，这个也算一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就是一个相当于啊，就是一个 Hello World 哈，自己创建的。他自己创建的这个是包含的 C 加加的头文件啊，这个 IO Statement，这个是 C 加加的头文件啊。如果我们只是先学
是 C 语言的话，一般呢我们会选择包含另外一个头文件啊，就是这个 STDIO 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它的作用呢，差不多是相似的一个东西啊。我们还是从这个 C 语言开始吧，这是 C 加加的一个输出方式。那么这种方式的话，怎么说呢？个人感觉不是太习惯哈。我们习惯用的是这个 pointf，用它来格式化输出。啊，这前边这个，这是一个指令啊，这是一个指令，指令后边这个括号里边的，这个我们叫做头文件，啊，这个叫头文件，后边哈，这里呢，它输出的就是一个字符串。好，那么这呢，差不多是就是我们 C 加加的一个编码的方式。当然，如果你编译的方式也要用 C 加加的方式，也要用 C 语言的方式来编译呢，你可以把它后缀名改一下，把它改成 .c 啊。C 和 CPP 呢，它都是我们的源代码啊，都是源代码啊。这样编译的话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这里啊，就会显示哈我们的第一个程序。这里我们在运行的时候，它实际上呢，相当于是这个调试运行啊，相当于是按的这个快捷键 F5。那么另外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开始执行啊，不调试。看起来的话差不多啊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生成的这个程序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不太好移动，调整一下窗口的大小。那么在这里，它有一个输出窗口，我们记一下，有一个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生成的程序呢，在这个输出窗口啊，这里能够看到它生成的这个程序所在的这个路径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可以选中这个路径，啊，复制一下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生成之后呢，它就是在这个路径啊。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路径呢，去找到我们生成的这个程序啊。这是我们自己写的程序，但是这里你双击它的时候，啊，他看不到输出的结果，啊，为什么他看不到输出结果呢？啊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源代码。那么这一段代码的话，这个 main 啊，这里呢我们叫做程序的啊入口点啊，叫做入口点。然后第三行这里有一个大括号啊，左大括号。那么这里呢，它表示是一段代码的开始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它表示是整个程序的开始，第三行。好，下边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码啊，就是代码块。那么到了这个地方，第五行这里呢，啊，第五行这里这个括号呢，它代表是一段代码的结束啊。而在这里呢，它还有另外的含义啊，它代表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程序它只有一个入口点，没有其他的线程或代码。那么，当它执行到第五行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呢，就是整个程序呢到第五行这里呢就退出了。那么，而且这个代码呢它执行的非常快，所以我们在非这个VS 环境里面运行的时候，你双击它啊运行或者是打开，你是看不到结果的。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输出的结果呢，我们一般会另外加一个一行代码啊，用一个 get char 添加这样的一行代码呢，来让它停在这里啊。get char 呢，它是控制台下边呢啊，等待我们键盘呢输入一个字符啊。只有
让它等待在这个地方啊，程序呢才不会结束啊，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 pointf 输出的信息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好，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啊，我们的第一个程序啊，这个输出的这个黑窗口呢，我们也能够暂停在这里，它实际上啊就是停在第五行这个位置。那么第五行在这个位置哈，我们按下任意的一个字符啊，一个或者是多个字符，等到我们按下回车的时候啊，那么呢整个程序就结束了啊，因为它这里它获得了一个字符之后呢，它会继续向后执行到第六行这里，那么整个程序在这里呢就结束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有加上啊相应的一个注释后边啊。最简单的程序的话，就是这么几行代码，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入口点，这个名字你不能够变啊，它是固定的在控制台下边。如果你变了啊，这个时候编译的时候，它会出错啊，它会出错，会说这个外部符号啊下划线慢啊，它说这个是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。当然，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提示。是说需要一个返回值，这个呢我们可以跟它加上啊，随便返回一个值就可以了。但是就算把这个返回值加上，它同样会出现这个错误啊，这是因为我们调试器，不是调试器啊，说错了，这个编译器它编译的时候，它会固定的去找这个名为慢的这个入口点这个符号。所以说你必须要取名为这个名字，那么它程序呢才能够编译通过，才能够编译通过，才能够找到。所以说这个入口点呢，我们除非是手动啊，另外指定的啊，怎么手动呢？我们以后再说哈，探讨这个问题哈。一般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在控制台的，写的这个控制台的程序啊，统一的都是这个 MAIN 啊，这个是入口点。就是从这个啊代码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呢开始执行。好，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的话，大致上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不是我们手动创建的啊，默认创建的这个源文件的话啊，它一般呢是 CPP 后缀的啊，CPP 后缀的话。它一般也就是说啊，编译的时候呢，它是按照 C 加加的标准优先编译的。第一课的话，当然我们的内容呢就比较少啊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啊，但是大部分人的话是有基础的啊，这个没有基础的。这一部分可以说一下哈，就是说你们有不理解的地方呢，可以提出来哈，我们重点的讲一下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休息几分钟哈，然后开始第二课。那么这里我们整理一下的话，一般呢就是第二 set 后缀，就是按照 C 语言的标准来。一般我们是第二 set 这个文件啊。源文件是第二 set 的后缀的话，就是按照 C 语言的标准来编译的。如果我们选择 CPP 的话，的后缀的话，一般呢，默认的就是按照 C 加加的标准来编译。
这里有一个网站哈，这个网站的话，如果大家对 C 语言不是很熟悉的话，可以到这个网站上看一下它对 C 语言的一些基础知识的介绍哈。这里它还是对新手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变量啊，它里边的这个常量啊、判断循环啊、函数这些概念啊，如果对这些不是很了解的，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。叫菜鸟教程的这个网站，可以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休息5分钟的时间哈，然后我们接着来，进行下一课。